大家收看的呢是由全方位养生馆赞助的一个特备节目。今天我们米肖是千里迢迢从马来西亚特别飞到新加坡，要跟我们谈一把钥匙可以启开你的人生。其实刚才为你讲得很好，其实呢今天呢我就是要把这把锁匙如何 把你呢开启这个所谓的养生还有青春跟生命之门的这把锁匙呢，把钥匙呢交给所有的观众朋友们。那米肖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会坐在你旁边吗？就是我奇怪的压抑，因为呢，我们常说年四十的话是最有魅力的，但是呢，在这个魅力的过程中也是最危险的时候，因为我们要进入50岁，是更年期也来了，我不晓得这个更年期会不会影响，就荷尔蒙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情绪，绝对会，对，好像不止情绪哈，是会影响到你的可能所谓压力啊，很多很多，所以这把钥匙是能够，它虽然是一把启开养生的管道之外，它还可以启开很多扇小门。是，其实刚刚我讲的一个生命之门哈，养生呢，青春只是一个小门，最重要的是所谓的生命之门啊。这样为什么我们成为生命之门呢？因为呢，荷尔蒙本身呢，我们叫生命的泉源。生命的泉源，什么是生命的泉源？今天如果说你今天你会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我们来到这个千金这，对，要不然你坐在这边，我们也坐在这里的话，我们还活着，对，我们还活着的话呢，其实我们要靠所谓的荷尔蒙。好，打个比方，为什么成为生命之泉源呢？就是今天我们说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？卵子跟精子的结合，哎呀，你非常有智慧，啊，爸爸妈妈的努力。对，那什么是卵子？什么是精虫呢？卵子、精虫其实就是荷尔蒙。就是荷尔蒙，所以荷尔蒙是很重要的，对我们的人所以荷尔蒙听说有什么雄性荷尔蒙跟雌性荷尔蒙，像我们的就是雌性的，他们就是雄性。其实大家很多的误导，都有，其实很多人误导什么样子呢？都以为说女性只有女性荷尔蒙，男性呢只有男性荷尔蒙。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呢都有，男女它的比率必须要成对比，成正比。我知道老师，所以就说有一些女孩或者是女生比较 man。长胡子的，那他肯定是雄性荷尔蒙比较多，非常聪明。这样我也知道。那反过来说，就是说，如果男生比较娘一点，然后皮肤好一点，他就。女性荷尔蒙就比较多。我这里有一个资料，不知道真的还是假的，因为我很难去接受。有一张照片，刚刚阳光有给我看到一张照片，他说这个是米肖。你以前真的有夸张的这么？不要说胖了哈，这么你可以直接说胖好了啦，这么丰满。因为我老实说，我曾经真的是胖到85公斤，是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其实我有一个雅号，叫的航空母舰。我想观众也很期待要看一看这个照片。对，我们看了这个照片之后，我们再来问米肖。好，对，我们看一下航哦，这哇，等一下，有没有吓到你啊？礼服那个是还没增胖之前，对，礼服那个就是我结婚的时候，1995年。Okay. 对，然后我生了小孩过后呢，就是一直胖着胖，所以那个是2000年，1999年我就开始发胖。就你生，我想直接问，生了小孩之后，对，我想直接问你，那有一些人结婚以后产后会胖。会不会是因为感情出状况吗？是因为这样吗？不是，我是因为呢，我其实没有。其实我打从我中学开始的时候，就十几岁的时候，我就有荷尔蒙失调的问题了。我怎么知道是荷尔蒙失调呢？当时我根本也不知道什么是荷尔蒙失调。其实呢，就是我们这个十几岁的时候，我们来月经的时候嘛，就开始有月经不调。所以我的记录呢不准，所以我一个月从满一般什么一个月嘛哈，我可以最高记录是3个月5个月不来月经那种。很多朋友这样，很多这样的朋友，年轻人啊，对，年轻人，我的学生，他们说是读书压力，有些人说是压力，可是如果这样应该是不是正常的，这会伤身的，好像，会，他长期下去绝对会造成了很多以后女性可能会有长瘤的问题啦，不孕的问题啦，甚至一些癌症的问题都会发生。所以你是因为生了小孩，或者说你10多岁的时候就所谓的荷尔蒙不平衡，然后生小孩可能他就是更不平衡。对，如果妈妈们看见女儿呢，女生就是女生呢开始在这个发育比较早的话呢，就要额外留意了。为什么要额外留意呢？就代表说这个女生，这小女孩的身体里面的所谓的雌性素啊，雌性素对对，已开始跟黄体素开始活跃了，对，活跃了。所以活跃当中的时候，如果有一天你的黄体素，我们女性荷尔蒙有两种比较特别的这个这个荷尔蒙，一个对，一个叫做黄体素，一个叫雌性素。好，如果今天对雌激素对，如果这两个的比例不成对比，就是说我们所讲的 estrogen dominance， 意思是什么呢？雌性素过多症的时候呢，
就会开始长瘤了。针对年轻人来讲的话呢，几个比较明显的这个问题呢，我们会看到，当然就是他外形上的这个改变呢，特别是很多年轻人呢会开始长痘痘，对不对？然后开始长青春痘啊，那青春痘的时候呢，当他们没有去处理好的时候，当然满脸痘痘的时候，很多父母亲开始就会疑问了，是不是你没有洗脸啊？没有洗干净啊？这个问题，对。可是这个当然我们外在的保养是必须要有的哈，没有错。可是那时候为什么他会有起了这么大的变化呢？就是因为身体里面的某些荷尔蒙在起变化了。不过它是必然的一个过程，必然是一个正常的过程。因为市场上来讲的话，当我们谈到荷尔蒙不平衡的时候呢，我想第一个你会想到就是吃药的方式嘛，对，不是吃药就是打针嘛。对，就像一些小孩他们的脸出了问题，父母就带去看皮肤科医生，不然就涂药，不然就打针。不然我们作为一个时尚达人或者是美容的，我们就说要多喝水啦，多吃水果。对，那也是一种辅助。不过自然，我们从向自然，就像你现在钻研的这个课题，它是怎么样？步入自然，这自然的意思是说，我们怎么定位自然？自然当然就是我们身体里面自己去产生的东西嘛，就成为自然嘛，哈。如果今天你是属于外来的哈，那种的话就是非自然。对对，我们不能说非自然，就是说它属于补充的方式。对，它就是辅助。OK， 补充的方式就代表说，你今天必须要很了解到你自己本身身体的荷尔蒙需要什么。如果今天你的荷尔蒙需要的是有十来种。你可能需要雌性素啦、雄性素啦、黄体素啦、DHA 等等等等这些的话呢，这是专业术语。对，就代表你必须要补充它。对，你必须要补充它。可是今天我们不需要，是因为我们身体本来就有一个自愈能力。我们怎么去激活它？可是我们怎么知道我们身体要什么？我只知道，我饿了，我想吃；我口渴，我要喝；我不睡，就很基本，把身体。对，我们没有办法看透。对，我们没办法看到。对，所以我们本身这个是八年以来呢，我在马来西亚，希望呢在新加坡也可以极力的推广呢，就是所谓的自体荷尔蒙疗法。再一次，老师，哈，自体荷尔蒙疗法。Okay， 什么叫自体荷尔蒙疗法呢？意思是说自己身体产生的荷尔蒙就不是靠什么外来源的，就没有靠这个所谓的外源的这个补充的方式。好，那怎么让你的身体自己去产生呢？对，怎么促进它来了？对，那我们需要去激活它了，对不对？ Yes， 我们如何去激活它呢？我们就要给那些所谓的原料。OK， 什么原料？这个迫不及待。对，这个原料呢，其实说就是我们其实就是用了一个这个自体荷尔蒙疗法霜。好，它是一个霜，对，就是 cream。对，它就是一种 cream 哈。Okay， 这个 cream 呢，通过了这个皮肤的吸收，叫经皮吸收，涂抹的方式呢，就能够让我们这个把有效的成分呢吸入带在我们的血管里面，就血液循环，然后来到我们各自的这个腺体呢，去帮它平衡，帮它激活。哇，这么神奇啊！因为我读过美容，我知道。一些产品如果它是好像是纳米高科技，分子很小，它的确能够做到这种衬透能力。是纳米的。但是呢，怎么样去带到我们全身？它其实是通过什么管道呢？老师，我懂。老师，我懂。对啊，你懂。来，没有，我猜想，因为我们说人体最大的器官是什么？就是皮肤。皮肤啊。是。所以就有从皮肤进入，它就可以比较广的分散在我们身体全部，是这样吗？对，这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你非常聪明，有读书。当然呢，是因为呢，经过科学家的研究，它里面这个所谓的活性成分，有一种活性成分，刚我所讲的原料嘛，它呢这个、东西呢不能靠口服。口服的话，你的肝脏、你的胃会把它代谢掉，会破坏掉它的活性，然后也不能用来烹煮。OK， 只要它高温一碰到的话呢，活性成分也会被破坏。